老师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最近呢我特别喜欢草原歌曲，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《画你》。那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把你的倩影画在家乡的山地，甜蜜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，深情倩影